佢哋每人行錯咗一步，出到嚟嘅結果原來係可以咁嚴重。一個人甘心有咩做唔出啊？錯到好大罪噶，其實牽涉一單命案裡面，我唔可以唔理啊！一感情用事，咪影響你判斷咯。你目的都係想佢好啫嘛，用咩方法冇所謂噶。你連自己都保護唔到，點保護市民啊？咩可以做，咩唔可以做，你應該好清楚。由呢一刻開始，呢單 case 唔可以掂。暗夜守護者，星期一晚9:30，翡翠台。